你觉得你其实是从哪里来的？基站。所以说知识改变命运，对不对？我是在蹦迪耶。为什么你在睡觉，阿萨？妈妈要看书。因为我整理好久呀。如果我走不动，你会怎么办？我会说让你没关系呀，因为我就想让你远走。我想爸爸一面住呀。其实这一束还蛮好看的，就是它总是会掉。Louis， 你好一点了吗？好多了。那你们去玩吧，妈妈要看书。你不要看书。为什么？你对你去不远，因为我等你好久呀。那我们出去玩吗？那好吧。去哪里呢？living room。living room。对。走吧，我们出去吧。Louis， 那个不是你可以爬的地方。走吧，我们去 living room 玩，不要在我的卧室。走走走。Let's go, boys。为什么你在睡觉，阿萨？你起来啦？还是你还困？还困。那你再睡一会儿吗？我想好多好多睡。你想要好多好多睡觉，对，那你睡吧，我帮你把脸上的鼻涕擦一擦，好不好？你这个鼻涕虫。那我一看看在这里的，是不是很多很多鼻涕？是的。今天这个日常呢，是什么日常？你知道吗？没有。家里有两个鼻涕虫的日常，谁是鼻涕虫？刘宇擤鼻涕。阿萨，你为什么把门锁上？因为刘宇不能在外面去跑。我的天哪，你就这样子站着吗？你会很危险，你知道吗？不会，因为刘宇在面上。你拿你的画下来，对吗？好吧，早上十点钟我们家就在玩晚安游戏。好啦，不要再玩灯啦。够了够了，你们两个不是在蹦迪耶。所以你跟我两个人睡觉， Louis 呢？早上好。又早上好了。晚上妈妈。哎，妈妈在呢。你鼻涕太多了，鼻涕虫。给我这枚。你又有鼻涕了。还有吗？有。你确定啊？再考一轮。棒棒。你在干嘛呀，宝贝？吃棒棒。你只有棒棒没有糖呢？有。你的糖？没棒棒。你在干嘛呢？爬树。爬树。你要小心哦，跟你们说，这个窗户一定要装儿童安全锁，不然会很危险，对吧？对。你现在会掉下去吗？是谁做的饼啊？应该是妈妈做的饼。是谁做的？奶奶。好的。你妈妈在干嘛？刚刚拍视频。为什么在剪视频？因为妈妈需要工作呀，宝贝。那
拍视频是什么？拍视频是我呀，我的工作。这是什么？葡萄。可以给我一个吗？两个。谢谢你 ，Louis 也很喜欢。谢谢你又给我一个。阿塞看到我的给了 Louis 之后，他又给了我一个薯条。Louis 好吃吗？干杯。不是，不是让你拿走我的，是干杯，宝贝。最后一个你给我了。嗯。你这么好吗？你还要吗？还要。奶奶还在做哦。妈妈，我真觉得你是每一周和我的朋友们分享一道好吃的家常菜。来来，吃饭没错。我妈妈真的很擅长做薯条，绝了，很好吃，而且不是那种，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完全都炸得很脆的，我喜欢稍微有点面的，就是这种。我不想你做瑜伽。为什么你不想我做瑜伽？因为我就想着你很久，我就做瑜伽一个小时，你就想我很久吗？哥哥来看我的 sculpture。你的 sculpture 在哪里？一个两个三个。哇，为什么放三个？感觉有一点点像爸爸，真的很像噗噗哎。糟糕，越看越像。也没关系。你不觉得臭臭的吗？嗯，它是拍过的。我要把那个玩具稍微收一下。这是 I。Arthur说这个是 I， 真的像是字母 I， 对不对？薯条又好了，看看这香香脆脆的薯条，要我给你拿一个吗？嗯，因为奶奶还在做。嗯，宝宝好吃吗？还想要吗 ？Yes or no？阿萨最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手机里面搜他想看的东西，因为他现在会听写了，所以说知识改变命运，对不对？你的果汁好喝吗？好吃。这个是我的特制果汁，里面有芹菜，没想到吧，芹菜竟然能让孩子吃，因为里面放了菠萝和苹果，让芹菜变得很酸爽。喜欢。嗯哼。那我就。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那个渣子，所以说他们都要用勺子去喝，但是还是很喜欢喝。Come on， come on。 阿萨刚刚问了我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他问我他从哪里来，对吗？鸡蛋。从鸡蛋里来。你刚刚先说的是在石头里来，对不对？谁是从石头里来的？我。是谁告诉你的？奶奶。奶奶告诉你的。你觉得你其实是从哪里来的？鸡蛋。你觉得你是从鸡蛋里来的？你觉得奶奶说的不对，对吗？你不是从石头，你是从鸡蛋，对吗？嗯。你不是小鸡耶，宝贝。你是小鸡吗？是的。小鸡怎么叫？波波，小鸡是这么叫的吗？波波的叫吗？嗯。那你天天都是波波的叫，还是说人话呢？人话，人话。那你是人呀，人不从鸡蛋里面出来，宝贝。是。你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为什么？我告诉你，我知道。No。我从爸爸里面出呀。你从爸爸的肚子里出来。嗯。你觉得爸爸的肚子够大，对不对？嗯。你的肚子里面有宝宝吗？没有。宝宝去超市，我的肚子里面。是不在呀。你的肚子里的宝宝去超市了，所以现在不在你肚子里，对吗？嗯。Louis 是谁的宝宝？奶奶。
全都乱了。那路易肚子里有没有宝宝呢？没有呀。为什么？他吃超市呀。他的肚子里的宝宝也去超市了，是你的宝宝和他的宝宝都去超市了，对吗？嗯。路易，你的宝宝去超市了，你知道吗？哒哒。哒哒，是你弄的对吗？还有I'm at the beach。我们到海边来玩了。这里上去吗？这边上去什么地方？可以去很远的地方吗？啊，你可以跑过来抱我吗？过来。It's beautiful, isn't it? Yeah. 啊，怎么办？我们走错了，好远好远呀，我都走不动了，妈妈。如果我走不动，你会怎么办？我会说让你没关系呀。我们怎么走到这里呢？没关系，我们就错错。你什么？我们就很臭。又很臭啊？那我们走这边来，我们就没有呀。Nice. Yeah. 你要跳到水里吗？没有。可以试试看。我不会。I'm not scared. I'm scared.It's really not very hard. Are you too high? No, it's a bit up. I love you. 我又做错的事情。What's that? Ice cream shop.What is ice cream shop? I don't know. I will show you. Where is the sign? It is back. It's the ice cream. My favorite is this one. Hello, Louis. Louis also wants some ice cream, Martha. Okay. You can get him one. This one. 你们两个以后会成为救生员。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救生员坐的地方。Make a mess. Wanna go home? Hey?